Hello Hello， 能听到声音吗？是猎友小肚肚吗？能听见啊，小肚肚。啊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用猎友这个 APP 呢。哎，好多像你这样陪玩的小姐姐啊。更通俗的来说，我们都是猎人。猎人？猎人是什么鬼啊？你不就是我的猎物吗？原来是这样啊。你是怎么选到我的？我看见好评最多，我就选你了嘛。当然，主要还是因为你长得好看。你这么会说话的吗？哎，那你今年多大呀？我是大学生。你玩第五人格多久了？我从那一侧就开始玩了。哎呦，听起来很厉害啊你。哼，那是，我第一赛季玩人类就六级了，好吧？哎，我第一赛季屠夫六级，怎么就没有碰上过你？因为我是隐藏 boss 呀。你就推吧你，用飞机上都下不来了。没事儿，我在下面接着你。啊？什么？哎，你才是牛呢你。哎，那我选你以后，是不是我的要求你都会答应啊？差不多。太过分的要求我可不会答应的。那我提一个不太过分的要求。你想做什么？哎，小肚肚，你扮演一下我的女朋友呗。哎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吗？哪有你这样一上来就让别人做你女朋友的？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我是老板，我说了算吧。好，你说了算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你要听这话还是假话？你猜。猜了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有女朋友就怪了。看你这样子，有女朋友就怪了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小肚肚，你觉得谈恋爱和玩游戏哪个更重要？当然是打游戏重要啊。哎，为什么是游戏啊？谈恋爱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谈恋爱啊？是游戏不好玩吗？是电视不好看吗？是可乐不好喝吗？难道是跳 rap 打篮球不够有趣了吗？哎，你这话说的好像谈恋爱没什么意思一样。谈恋爱也可以天天和女朋友一起打游戏啊。哎，每天跟喜欢的人一起互相关心，不是更有意思吗？你看起来人挺傻的，不过说话倒是一套一套的。那你对姐姐感兴趣吗？我妈多好好笑。你还嘲笑你的老板是吧？行，你给我等着啊，你说差评在哪啊，我找一找。哎，别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给老板你道歉还不行吗？你这时候是不是得拿点诚意出来是吧？表现一下。行吧，那这样咱们模仿一下古代人的对话那种感觉怎么样？听说这样做可以让感情迅速升温啊。对戏吗？哎，这个我擅长。来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天黑有灯，下雨有伞。好，你声音真好听。你是专业的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就是干这个的呀。你是做什么的呀？其实我就是。说好的今天大家一起出去吃火锅，你人呢？你不会还是打游戏吧？你居然还有别的想法？我今天还要和这个视频妹做呢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就不去了。你这人挺没意思。那我先走了。刚才是不是有小姐姐喊你出门啊？你还拒绝人家？啊，这是我隔壁的朋友。哎呀，我又被打了。呀，你刚不是说自己是六界吗？你怎么又倒了呀你？我是因为约瑟夫太帅了被迷倒了好吗？喂，这是60多岁的老大爷了，你认真的吗你？长得帅不就行了？哎，你说你声音好听，长得还好看，打游戏也厉害。哎，除了这些，小肚肚你还会干什么其他的呀？唱歌，算吗？可以啊，你唱。行吧，我唱歌不太好听，你要听我唱什么？哎，那你是让我随便点歌喽？也行。比较热门一点的还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就《鸡你太美》怎么样？够热门吧？你唱个锤子哟！我才不唱哦！我给你唱一首《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》吧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。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？遍体鳞伤，还笑着原谅。哎，我说肚子。你是怎么厚着脸皮说自己唱歌不好听的？我知道我唱歌好听啊，问题是你抢我歌词干什么？时间到了，记得给我一个5星好评啊。哎，什么？这么快就结束了？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，你还想继续玩的话，下次还可以约我哟。嘿嘿，从前戏中。